我叫黄海英。几岁了？13。我叫黄磊，今年8岁。上一次见到爸爸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上一次过年的时候。你知道爸爸在哪儿吗？海南。去过海南吗？去过。知道爸爸在海南做什么吗？建筑，起房子。我希望可以见到爸爸。我能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吗？这么远怎么可能。海南组准备好了吗？爸爸。喂，还有这。爸爸，我希望你保重身体，父亲节快乐。在大山的深处建设光缆呢，都是难度很大的，道路都很艰险的。那华为公司的那个工程技术人员爬在山顶，冒着酷暑，在一天之内都把那个微波设备全部做好了，使那个西安村从那个无电话村、无宽带和那个无线基站的那种情况下得到改变。这一点我们那个无锡电信这边非常感谢。